央行中招人了，去试试。央行，这种地方我凭什么呀？央行招人，只看能力，不看背景。哥，有人说已经解开了你的谜题。什么谜题？捆绑事宜。这人在哪？我叫魏若来，今年23岁。擅长什么？计算还算特长，记忆力也还不错。知道央行的功能和职责。银行是百业之母，央行更是银行中的银行，是金融中枢。若来愿尽毕生所学，报效国家。说得好。没想到魏若来，你可以啊。若来，想拜我为师吗？先生，这一直是我的愿望。沈氏在上，受若来三拜。上海的金融界盘根错节。黄浦江不是金瓜湖。先生，上海富商联合组织炒股权，罪证都在这里了。揭穿真相会激起更大的民愤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是南京的先生。政治是妥协的艺术。但是贩卖假币和烟土，南京那些人是疯了吗？魏若开，我真的是以身在这座山中为耻。你说什么？严惩国贼！你这次对南京彻底失望了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中国有句古话，乘长风破万里浪。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，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，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。